我们知道啊，那个三井上的雪啊，来自于费里送过去的，费里运送到那边的啊，同样的，长江的源头黄河的源头啊，都是源头的水啊，都是费里送到那边的啊。现在以核电厂开始了啊，然后拆坝也要同时开始了啊，然后要检查水怎么，还有一个途径呢，送水暂时停一下啊，在源头上水就少了，但当然了，库区里边啊，上下以上的库区里边还有很多水，这个要放手啊，然后呢，费里的暂停个长江的源头啊，送水过去了啊，是这样啊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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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他们接收到这个信息了啊，已经中心，也接收到这个信息了啊，这个信息也收到，收到了，也反馈给了具体施工的啊信息，送过来了啊，暂停，长江源头的水的费里输送啊，然后呢，未来啊，谁会走下降的更快了啊，把三井那些水啊放出去，好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。